间喷出点燃火花闪烁，你的情绪无需说出口，无论是泪水还是幽默，请安心交付于我，再次回到梦境，阳光透过树荫会发现出已经熟悉的剧情，是相遇的声音，无限的可能性，请让我朝着你所在之地光速飞行。嗨，小绿。小绿，谁来了？小兰，是一心两叶，我新认识的朋友，以后可以让他来家里玩吗？你好啊，小绿难得有朋友来，当然欢迎啦。谢谢，那我以后就常来玩了。你刚才就在玩这个吗？是啊，费了我好大力气，终于拿到这个成就了。这完全就是机械式的重复劳动，人类为什么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感到高兴呢？可能就是因为成就感吧。毕竟在现实生活中，大部分的付出都是无法及时获得回报的，而在游戏里，只要做到了，就能立刻拿到成就。今天打了一天的游戏，看来计步任务是完不成了。计步任务？对啊，我手机里有个计步器应用，每天要走到规定的步数才能完成任务。你帮我举着手机晃一晃吧，让他以为我走了。我居然要奉人类的命令欺骗自己的同类，只是因为他头脑简单，无法分辨晃动和步行的区别。别说了，再说我要有负罪感了。太快了，我是赛跑世界冠军嘛。为什么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呢？因为这也是一个成就啊，得连续30天都走够步数，如果断了就要重来。所以你想要获得肯定，却不想真正付出，哪怕这份肯定是名不副实的，你也想要得到。没错，人类就是这么虚荣，反正手机也不知道我走没走。可是我知道啊。你们闭嘴。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用这种虚拟的东西来肯定自己。对啊，没有必要，在我心里你是世界上最厉害最伟大的人类，是你赋予了我生命，为了你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，即使小兰是一个虚荣的人类，我也一样是喜欢小兰的。好了，别摇了，我自己把剩下的步数补齐吧。恭喜小兰达成1000步成就。你在干嘛？帮助你获得更多的成就感。这还是算了吧。1500步成就，够了。完成了。小兰，小绿，你们是出来跑步的吗？我们是出来完成计步任务的。计步任务？是的，小兰想要完成连续30天每天计步6000步的任务来获得成就感。别说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是这个吧，居然已经坚持28天了，真不简单啊。即使是一件看起来并不难的事情，要坚持一个月也是非常考验人的毅力的。小兰，真是个努力的人呐。没你说的这么好了，我今天差点就拜托机器人帮我摇手机，制造假数据了。可是，你最终还是自己跑了呀。等我一下。口渴了吧？接着。是绿茶。诚实的努力总会获得回报的。
低头沉默，低头刷新的信息流。钢铁丛林之中，闪光的摩天楼，突然回首，你在那扇门口。找到一扇门，被打开就抵达彼岸。黑板绚烂，这心情都等待完善。偏头痛，起床气，下定价你就变得一饱一然。迫不及待的手机铃，外卖途中的冰淇淋，下班路上的火烧云，逛的社区已经远去。时间崩坏的每一天，时间稳定的在向前。得过且过是你磨练，这是意外还是新一天？哦，熙熙攘攘人流，在每一个街头沉默，低头刷新的信息流。钢铁丛林之中，闪光的摩天楼，突然回首，你在那扇门口。熙熙攘攘人流，在每一个街头沉默，低头刷新的信息流。隔着屏幕为了所有模拟想念思念的心，开始变得发愁。